大陆市婚礼歌手大门前，今仔日早起有大批的民众直接排队等要用发票换球彩。这是当地公证理办公室所举办的一项公益活动，募集到的发票将捐赠予华山基金会，帮助独居老人。阮理办公室吼，公证理办公室，阮一年一度吼，拢有办这个吼捐发票、换树苗这个活动吼，吼连续今年都第三年吼。啊，咱来办这个活动，就是讲吼，咱来捐发票，用做这个爱心吼，咱捐予这个华山基金会。吼、哦，啊，来即照顾即独居老人，啊，种树啊，吼，咱用节能减碳。大陆市公证里举办这项捐发票送树仔的活动，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举办。因为活动真有意义，地方真侪公益社团热烈响应，出钱出力来帮助老大人减做环保。阮即间吼有邀请吼，咱即个300D 湾区吼，啊，即个区成员吼，啊，甲即个阮的专副主席啊，斗六狮子会、银龙狮子会，吼，啊，甲即个大陆市的福利会。啊！甲这个华山基金会吼，啊来拢总来办，共同来办这个活动。啊，咱来就伫这个啊，本里这个分国小吼、啊，这个校门口吼，啊校长这边也敢支援真济，啊非常感谢咱以上这个赞助单位吼。公证里今年所准备的树栽有桂花甲罗汉松两种，拢是真受民众喜爱的树种。啊，咱这间吼诶树苗吼有两种吼，啊咱桂花有300丛，啊罗汉松吼有250丛。啊，总共是550丛，吼，啊，来，吼，大家来换厝安尼，吼。除了公证里边以外，今仔个也有真侪到来市民踊跃来响应这项活动。哎、欸，这个是竹树节啦，啊，我们妇女会都有参加，哎、欸，很好，这那个公所办得很好，每年都有，花又很漂亮，我们家有一个花园可以种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好。虽然这项去发票换树栽的活动是3张发票对当换1张树栽，1张限定换2张，但是大部分的民众所捐赠的发票拢超过6张以上，大家热心做公益。记者余炳伟采访报道。